当下，成都正在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在成都这个最适宜新经济发展的城市里，联合办公空间这种共享经济形态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不久前，一场源自美国名为 GCUC 全球联合办公峰会中国站的活动，就将2018年的第一站选择在了成都。我们今天成为了一个平台，成为一个桥梁，去连接创造者和创造者之间，使他们能够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和使他们能够产生协作效果。GCUC 是联合办公全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成都在联合办公方面发展得非常快，是很热烈的一个市场。GCUC 是全球联合办公峰会的英文缩写。联合办公是一种为降低办公室使用成本而进行共享办公空间的办公模式。来自不同公司的个人不仅可以共享办公环境，还可以与其他团队分享信息、知识、技能、想法和拓宽社交圈子等。现在，联合办公空间已经成为一个新型的创新创业平台。GCUC 如今已在全球22个城市完成了上千场的主题分享。大家好，我是联合创业办公室 P2 的创始人 Bob 郑，我也是 GCUC 中国的发起人。成都的整个音乐文创这样的一个氛围呢，其实非常适合我们的音乐空间来到成都，为当地的年轻音乐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抓住和青羊区我们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我们就把 P2 我们在整个西南区的总部就落在了成都。未来我们打造的空间，我们也是希望说有音乐气息、文化气息，可以为这些年轻人来服务。郑建林期待在成都的联合办公领域大展拳脚，他的信心不仅来自于成都新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也源于他的一位好朋友。我和爸，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才是真正的这个网友。我在纽约的时候，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2013年，其实我就认识 Bob。在加拿大长大的张义达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和郑建林一样，他也把目光投向了成都的联合办公领域。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喜欢动、非常喜欢健身的一个人。如果你看华尔街，你看大的老板他们的话，最有在压力的时候，一般他们都会做运动，因为这是一种发泄。而这个我觉得是为什么我会把拿那么大一个空间出来做健身房，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发泄自己，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我回成都的目的，为什么会把汪呢放在成都，在我看来它是一个非常有潜在发展力的一个城市，所以我觉得它的这种商务性的这种交流要和这种发达型的一线城市乃至国际上的这种活动要多得多，所以这种商务需求和它的这种办公和创业需求会要大于其他的一些城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土壤，来让我们做这种新型的一些产品和创新。在成都，张义达遇见了同样曾在美国求学的成都小伙都东来，两人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将 Walnut 发展成为拥有4个空间、入驻企业超过2000家的成都本土著名联合办公品牌。我们希望我们的空间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是能够真正的激励到我们的所有的会员的，这样的一幅插画，它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不管你失败多少次，只要你坚持，你一定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去迈向成功。首先第一个，我是成都人，然后对这个城市确实是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个感情。另外呢，是因为我认为在中国西部其实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创造者文化去做推动的。几级政府他们其实是非常支持创新创业的，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这个号召下面，他们都是会有相关的配套政策，不管是从人才落地上面来讲，或者是从众创空间的落地扶持来讲，他们都会有相关的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如今成都共拥有超过20个品牌、40处联合办公空间。除了本地发展起来的 Walnut 和侠客岛， WeWork、 MFG、 梦想家等众多来自国内外的联合办公品牌也已落地生根，已有很多来成都创业的外国人在这里选择到了适合自己的共享办公室。Voila, the doors have opened. Now I'm just entering the Chengdu's most popular sharing community. Welcome, let's take a view. 英国设计师凯瑞打算在成都选择一个共享办公空间创业。他来到了位于成都市中心的一个名叫梦想家的智能共享社区。2017年11月，梦想家走出北京，选择入住的第一个城市便是成都。This is our first site in Chengdu. We have all the Chengdu theme in it. We also have the smartphone connected to this space. So as you just experienced from entering the door, you can use your phone to basically do everything here. Could I even get a coffee, for example? Yeah, would, sure. Would it be that easy? Yeah, exactly. Let me show you. Sugar-free, not dieting, but... the coat there. Oh, I will just make a payment here. Digital world is making life much easier. So, coffee's ready. Spot on. 作为一个主打智能共享的办公空间，在这里除了预定办公桌和办公椅，上网、影印、会议室，甚至买咖啡都可以靠一部手机搞定，深受追求时尚便利、快节奏的创业公司的喜爱。而这里随处可见的成都元素更是吸引了凯瑞的目光。So, like in this meeting room, we have some of these local languages. I probably don't want to be saying that last one there. What's it called? Oho. Oho, yeah. This one is interesting. This one says, 爪子嘛。爪子嘛。It's like, you know,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 you want to do? And now we sat in this beautiful office. And what I'd really like to invite my friend to join us. Is it possible that I could send her a message or a link? Yeah, sure. And she could join us virtually? Yeah. Hopefully we share this code. And hopefully my colleague, Lulu, can be here with us. Hello, everybody. Look, we have Lulu. My colleague here has joined us. Thank you, Lulu. And now I'm in a shared office. And all with the access of just a phone. 英国设计师凯瑞如愿在成都找到了满意的共享办公室，推广他的绿色设计理念。而哥伦比亚人亨利看准了成都的培训市场，他也在一个共享办公空间里开设了自己的西班牙语培训工作室。Los ojos grandes y es grande, es así grande, ¿sabes? Un búho. ¿Cómo se dice? Búho. ¿Qué? Pato. Oso. Un oso. Ah, 我叫 Henry, 我来自哥伦比亚，我在成都大概有7年的时间了。我跟一个伙伴在侠客岛开了一个西班牙语的工作室，这样联合办公的地方很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作为一个西班牙语学校，我们需要不同的空间来上课。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对一的课，我们是需要一个比较小的房间，比较隐私的房间。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班，那我们需要比如说跟这些会议厅一样的地方来上课，非常合适。比如说，我的合伙伴 Eva 正在上课。Hi Eva， 下课了吗？对啊，下课了，进来吧。OK。Buenos días. Buenos días. 为什么要在侠客岛这种地方开一个我们的公司？是因为就创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成本。
我们在岛里还是有很多优点，就比如说虽然我们租了一个比较小的办公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其他的房间，比如说一个大会议厅或者公共用的咖啡厅，那个全部都是岛有抵空的，我们可以用的。此外，跟传统办公室比起来，联合办公费用会更低。成都有愿意消费的年轻人，成都其实真的变成了一个非常适合这些年轻人、这些新经济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成都是一个特别适合发展新经济的这样一个城市，是因为它每年有大量的人才愿意待在成都，流进成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上来讲，它是有大部分的是这个第三产业，有很多是做高智能、高知识、高净收入的这样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氛围，对新经济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土壤。哪里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哪里就会孕育新经济之芽，盛开新经济之花，结出新经济之果。成都正在用实际行动描绘出新经济成长的全景图，让全世界感受属于成都新经济的强劲脉搏。